这里是13号阵地，跑错地方了。啊，长官抱歉了，哎，大家不好意思，我跑错地方了。到底是哪来的天兵主？要不要就换个方式，循着人潮找看看嘞？这边怎么这么多人啊？看来要找到那个靠子弹发财的人，得要发挥我敏锐的观察力才行。啊？迷彩裤，背了子弹，帅气迷人的红头巾。应该就是他了。难道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位靠子弹发财的大哥吗？嗯，是，就是我。那大哥，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去看一看你的兵工厂？这个就很严肃啊。一般呢，我是不给参观的，必须要符合我这个要求。你的要求是什么？你说。最起码交通要。2000下，2000下吗？可以不可以少一点点啊？给你2下好了。2下 ，OK 啊。2下，大哥啊，你有没有这么好说话？这么机密的兵工厂，怎么简简单单就让人参观嘞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路怎么越走越小啊？大哥。真的满满的弹夹哎，不是啊，大哥，我奉劝你一句话啦，真的拍了唔通行呢，这种违法事你真的不可以做啦。哦，这你明听，这种大家都很喜欢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不怕，尽量做。哈，福哥的子弹生意好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真子弹哦。来来来，你看仔细一点。哎。是嘛，大哥，这不是子弹啦，是形状是用子弹的膜去给他弄的。噔噔噔噔，原来啊，福哥子弹生意是这个外形神似子弹的子弹饼干啦。观众朋友啊，可不用小看这子弹饼干哦，可是一个月营业额高达200万呢。盈盈，此时不学更待何时？咱们就来把这个各种奥秘挖出来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只要把这个料挤到模具上就好，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大哥教我，我也可以变成军火之王。所以大哥在这里，我决定要向你下战帖。是，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。后来居上，后来居上。哎，这个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呢。我本来以为就是把这个料填进去，对。结果哈，一方面这个其实挤花袋要一次把它挤出很均匀的量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是。然后还要一次把它挤满，要快也没那么容易耶。对。对，所以这个要技术要像我们这些大师傅都很厉害。你看看人家福哥做的，再看看你做的。哎，我只能说惨不忍睹啊！福哥说，这子弹饼除了独家配方的食材之外，真功夫才要上场。福哥，刚才吼，这饼干刚出炉的时候，哦，你看他们把那个弹夹这样子倒倒倒倒上来，然后动作那么快，然后砰砰砰砰砰砰，真的好像在打仗一样哎。没有错，搞得那么紧张。那温度很高，所以你要赶快敲，一敲它就出来了。所以动作要赶快，慢一点是不是它就可能会烧焦？它会凝住，哦，会卡住，然后你就很难去拨它。那热的时候敲掉，砰砰砰砰砰，这也就是说打铁趁热啦。你看看烤到香酥的子弹饼，在师傅轻轻松松敲几下，就可以完整的漂亮脱离那高温的模具了。哎，这让福哥赚进大把大把新台币的黄金饼，口感如何呢？哦，它非常非常的香哎，它很像那个煎饼的那个外面有没有？它那个奶香味很重。没错，这就是特殊的地方在这边。嗯，好香哦。嗯。
这子弹饼真是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啊！说到这个子弹饼，可是跟金门战地风情有关哦。早期金门人都会捡蛋壳换现金贴补家用，随着两岸开放，金门发展观光，福哥也将金门才有的故事做成来金门才买得到的子弹饼。